2012年最后一届的高考，全港第一名的 611D 来自我的班房。同一年的2012第一届 DSE， 现代教育最高五星星比率都是来自我的班房。跟住的13年、14年，时至今日，现代教育英文科最高五星星比率都是来自我的班房。其实我不知道你揀补习老师是基于什么准则，高大靓仔、笔记多、配套多、学生人数多，定是去过牛津剑桥交流呢？你想清楚一点，这些好像全部不关你事，关你事的只得一件事。学生去补习当然想拿五星五星星，最直接影响学生的就是那个补习老师的夺五星星比率。揀补习不知道大家着重过程还是结果呢？我着重结果，我给你的是最高五星星比率，不知道够不够呢？